我现在脚超酸，缓一下，休息一下。我们已经有两个落单了。落单的成员邱雨辰和吴欣提在《全明星观察中二》第六集中被教练郭宏志操到体力不堪负荷，跑得气喘吁吁被丢包。不止跑山马拉松体能训练，还规划了羽球、飞靶比赛。节目日前释出彩蛋，潘君伦和王品浩恶作剧上演鳄鱼出没的整人戏码，让吴欣提以及燕柔中放声尖叫。请，好，这就可以交给你吗？那是，这个是两片呢、啊。哎呦，哎呦，他懂他。继上集因为偷穿弟弟邱雨辰的牛仔裤被爆粗口后，这一回邱胜义逮到机会呛回来了。双膝，我们现在在哪？要双膝，双膝不是放签单的？那是外双膝啊，白痴哦、喔。双膝是放签单的，白痴。邱家对。难道双膝就不能吊枪吗？我就是要在双膝吊枪的吗？双膝是放签单的，那是平膝。好